让我们发了新校服和新书，去试新校服啦！哇哦，小学生一枚，好看吗？非常好看。妹妹成功变学妹了。我还发了新书。我也发新书了，一共有七本哟。数学、语文、道德与法治、科学、活动手册、劳动实践、写字书。今天我们要 PK 包树皮，看一下我包树皮的方法吧。喜欢唱唱包书皮方法请扣一。包好啦，该我啦，我要用这种的。喜欢彤彤包书皮方法请扣二。八零后都是丝质书皮。喜欢妈妈包书皮方法请扣三。你们发新书了吗？你们最喜欢哪一种包书皮的方法呢？